小伙伴们快看，我这套时装漂亮吧？这个叫做灰色守护，可以免费领的哦。不光可以免费领时装，还有机会成为像汤姆那样的巡查员。我这就来告诉大家，游戏大厅点击活动，然后再点击公告，第一个就是了，参与安全考试抽巡查员资格。进来之后点击立即开考，会收到提醒，每位特种兵仅有5次参与考试机会。不过不用管它，我们直接开始考试就行。考试内容就是根据一段视频判断这个人有没有开挂，不过根本不用看完，因为就算你答错了也没关系，系统会告诉你正确的答案。我们只需要把每道题的正确答案记下来，怎么样，是不是很像期末考试？不过最后一定要记得不能点击这个确认交卷，我们直接退出，然后再来一次，把刚才的正确答案一个一个的回答上去，就可以获得100分了。好了，满分到手，这个灰色守护者套装也可以领取了，运气好的话还能成为巡查员呢，大家也赶快去试试吧。